政府准备成立一个行销机构，为乡区企业家提供建议和指导，协助他们外销产品。首相说，这项措施不但可以为乡区企业家打开本地市场，也有望拓展国际市场通路。乡区发展部一连五天在布城第三区举办2019年乡区企业家嘉年华，首相多马哈迪医生透过预录视频为嘉年华开幕。他表示，政府成立市场行销机构，旨在建立乡区企业家和各单位的伙伴关系，改善供应链和销售链，协助他们成长，也能缩窄城市和乡村家庭的收入鸿沟。Usahawan luar bandar juga perlu meningkatkan daya saing perniagaan masing-masing melalui penggunaan mesin dan teknologi. Penggunaan mesin dalam penghasilan produk mampu meningkatkan produktiviti, mengurangkan kos serta memastikan konsistensinya kualiti produk.在同一个场合上，乡区发展部部长拿督斯里利纳哈伦提醒乡区企业家切勿百般依赖政府的协助，反之应当具备开放的心态和创新精神，与时并进。为了培育企业文化，政府拨款2亿令吉用于发展批发与零售业，另外政府也提供1亿令吉贷款给小型企业家做生意，同时设立5200万令吉的基金，用于落实各种企业和培训，以吸引年轻人参与农作企业。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